我叫张杰，我是24岁，我在明德是大学生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的故事。我是在一个大学了，不是在明德，开始我的第二专辑。我在那里2年，我很喜欢学校。我有很多课，开始一个课停留在这，在这个课，一个数学课，又在那课学上我的同学。我要告诉关于他以后。每天我们会坐在台听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老师很高帅，开始他会说可怕的废话，他会讲细节视频的，大家都觉得这不对，要是一个人说过这不对，他会很高兴失败他们。每天我会去上课很伤心，我在课上睡着，我常常哭泣。我的老师上课以后在他的办公室不跟我说，我将问他几个问题。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五我们要考试，我们也得请他南瓜酱料咖啡。星期四他会站在他的办公桌子上，周末我没有空，因为我得练习数学。今天他会讲地平，没有人不会说，我不会说。之后一天一个人提高上面，一个人说我的同学。我的老师不相信，我的同学也不相信。到底他的身边来了解，这天以后他证实他的观点，他叫 Albert Einstein。